盘点大仙杯、老王杯、花子孙策每个视角亮眼操作的精彩机子，每一波都是堪称是孙策绝活哥的经典赢法。首先在大仙杯对战暗川队伍的比赛中，第一波就是独自手上撸二塔的一控四画面，在对方靠前之时火速扔传一控四位队友打下团灭基础。兄弟人呐，快来，哇靠兄弟，好，准备上路去包，虽然没有交闪现是吧，觉得这一波伤害是有点不够的。两个炮哥看，哇，这机会是的，一技能要电又抬起两个，这个花子吗，这个时候哪吒进来打一波收割，我们看一下蓝残血被赵飞直接喷死了，下路双枪也被打走了，这波一换二，第二波开船绕后一穿二，花子独自单切暗穿蓝和满血沈梦溪。哇靠兄弟，哇靠热血沸腾。随后第三波就是对战小黑屋的对决，这波也是被大仙点名表扬，可载入大仙杯历史史册 TOP 集锦。在被小气开团的时候反应迅速，三角到连控三人，关心我关心我关心我，他真的不知道这个导播已经换了五个了。哎，这边花子有个大招，一个大招，快点快点快点点点，拉大天呐，这就是孙策绝活哥嘛，这一波他做到了，这一刹那他居然和花子的不小心关键群控闪亮全场啊，花子这状态拉满了，如果大仙杯有 TOP 集锦的话，他应该是绝对排前二了。打孙策一个，打孙策打孙策打孙策，秒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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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孙策打孙策打孙策，这个原料好，没事，紧接第四波就是老王杯十四号对线神罚的对局，五分钟拆完上路一塔的花子开启大招隐藏视野，狂铁原以为花子大招是打了支援，可不成想花子绕了一圈回头将神罚完成了单杀。安川，有你，安川下波回神了，辅助你哪边要出手吗？没事，我们看一下。哎，来帮我来兄弟，受不了。没想到会带回来我的。第五波就是十四分钟突破一星包围圈怒斩双 C。哎，双 C 被我切了。第六波依旧是十四号对战拉拉队，十分钟龙点花子大招开团到四人单切射手一换三。开龙 B 团，开龙 B 团，先打能断带，先打能断带。你要把跑弹走，我这波龙。我靠，真的。牛逼。打赢了吗？打赢我就开龙了，真的开转了，他这闪开得很紧，我后面拉，我后面拉，我后面拉，来我上面守着几，上次没弹了，这是最重要的一波了，帮我们丢，好，开不了火，哎呦我也被控了，哎做到了，我操，做三个，牛逼，还香香还交了个锁，怎么放四个，我靠，香香闪现往他床上了，下边在开龙。第七波十三分钟绕后迫使对方心惊胆战乱阵脚，最后开团双 C 完成零换五。没接了，没接了，没接了，能帮能帮能帮，能断吗？花子哥，卡了一下，卡了一下，你在那吗？兄弟牛逼，花子哥分寸王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到我这个位置，不行，我们在挡船。哎呀，那他硬撞吗？哎，这船挡不住吗？好难受啊！他一局这么撞我，没人挡，闪现挡，哎，没人挡，坏了，没人挡，哎呀，黄无大胆，秒了，我说这狂铁不闪现挡啊？八，二三 A， 这个 A 还没 A 到，这个香香。